袂领受礼物的清谈啊，是因为汝自觉予人夹关，从伊人群的中间呢来看汝家己的条件。当汝在教会啊内面啊，真正喜欢看地位、看地位遮重的人啊，伊毋是会处心服侍、处真好个人个。听下讲啥啊？看面水、看地位的人，伊服侍主是袂服侍好个，因为伊了解起落去看面水，参看地位，伊无正式来服侍主。一个正式服侍主人，伊是无加啦面水，伊是无加啦地位，下面了啊，所以这条囡仔一条啊，所以咱要看落去。咱人会主讲，互人听无好个态度，甲无好个动机啊。如果是无个动机无好，甲你态度无好，伊有影响个啦。咱就会看落去。若是咱业关咱家己，咱就要去找较好个话，咱个动机若是好，咱就袂去抢这个。咱人请人食物件，咱希望人啊，你人要请你转去，你动机有无好咧？如果你请咧会请你个人啊，你有咪牵连奖赏？你应该请咧啊，摆卡啦、切啊咧切双向啦、无镭啦。前的啦，残废啦，如安尼反倒有好嘛？因此，养无招请汝，干呐，安尼看汝趁甲趁着奖赏尔，有时啊，这个是要提请人，有时咱去请人，因此，咱希望别倒伊请着用啊。咱倒手人是为希望将来伊倒，别倒我先我阿咪，伊欠我人情啊，明白？咱是甲好只只人情好人。希望人强咱人正，所以这个倒是无少的。所以听谁啊？卖甲读书少的，哎，你茫笑，人我少的啊。读书咧少我三十块，未贵啊，未贵就阿龙未贵哦，迄种。哎，啥读书是阿龙？老师，我天国的文化是无少的，我人是好。俺就从你叫玻璃王后买少的，因爱玩买治疗，这人强我人正。你感觉歹可以，你唔爱注意。你感觉上帝感动你，你唔可以。诶，我唔是一个讲嘅人，拢知嘅。我常常学人嘅人咧，我唔是用嘴讲嘅，我只系大概。但系唔系因为我大概利用我啦，爱我就冇啦。但系我爱读书。爱读书。啊，对，你讲得对。所以我系做乜？